无法理解。What the？ 是什么？为什么为什么方块会突然出现又消失了？好棒哦！懂哦，就是好好懂哦。这是显示问题，为什么方块有时候不出来？所以我要哦哦，我大概懂。这是什么？哪里搞的？我再给这只猪，就这样吧。又见又见哦，又见哦。OK， 给完了。OK， 给完了。对，我把它拆掉吗？好了，你右边变一就好了。右边变一，改一下好了，这样比较符合。好，然后呢？哎呦。这个什么东西、啊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了，感谢会员。哎、欸，就这样吧，不管了。为什么会有这么无聊的东西？不可能，媒婆会想要收到这种东西吗？不好说，他是媒婆。我可以看得出这是谁画的吗？为什么？啊！天哪！他小了，真的就是。我原来我看到的是菜渣的哦。对啊，现在看得到这个，谁看的不太好？对啊，没办法匿名现在。我们以后去玩旧版吧。好，我们去玩旧版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再盖一个东西，这样对，再盖一次。但是先让我搞定这个。完全没有头绪，我看到这题目完一片空白的脑筋呢。干，你过五十秒了，废物。哎，这有点难呈现。人生真难。该我操！哇，时间来得及。哦哦。啊，怎么没办法盖啊？连不起来啊！我操你妈的。别吧。哟。臭小子。为什么他不能盖？为什么他不能盖？哎呦我操！再高一点。它是中间没办法连在一起啊。什么中间连在一起？想要把它放在一起，然后中间打掉就好。你在问什么 ？Oh my fuck！ 谁、欸？哇，我怕有点担心，我时间来不及玩了。哦，天哪！哼，哦，那个比赛场地的底下那地板挖掉是可以的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哦。哇，我还有三排，这是不是怪怪啊？哎呀，这样比较慢。应该一个。觉得谁都看不懂这个东西。啊，好像没有比较快。算。东西在哪？哎，我怎么没找不到之前的那个？找什么？不是有个头可以用吗？村民的头可以用？村民没有头可以用啊。哎、欸，你用你在岩浆类，不在那个第二个花的，然后往下滚。哎，怎么剩90秒了？天哪、啊！哦，有缺口，这样不行。有没有？他是背对你，不能接受。他是什么？完了，我死定了。剩几秒？旗子上面的头颅。旗子上面的头颅，旗子在哪？在花的那一类，第二个倒数。花的第几排？花就是最下。左上第二个啊，花的那装饰类啊。然后最下面倒数第三排就有头颅了。我的倒数第三排怎么没有头颅？
他背对你，他那是后脑勺。啊，又没时间了。哇，六十秒，天哪！自己有懂吗？其实我起码他弄得很懂啊。完了，我死定了，我这题要被骂了。哪一件没有被骂？我总共也就玩过一届而已吧，不止吧？哎，不止吗？嗯，我没有印象了。我只能祈祷，等一下看到这个的人要有想。我的印象都是，就是他是雷而已。我的确很雷。啊，有蚊子在叮我，好烦哦。放弃了。十秒。好，就这样了。我放弃了，这真的好难哦。这样子。我太晚找到那个东西了啦。Oh shit！ 这啥？这啥？哇靠！这啥？屌！这什么？怎么了？换的！哇，好抽象，好漂亮啊！我知道。哎，好像是。我切后面啊！你确定你在我后面吗？看这种东西，我在开台，我还看这种东西。这个是什么？怪那个出题的人吧？什么？这是某一种。我觉得胡子应该是拿到我的了，不是我，是我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真的啊？那我只能说对不起啊，这个超出我的那个程度了啦。到底是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我怎么盖到两，像盖到两一样，是一堆人。我真的不知道哎、欸，我真的要放弃了。好，搞定。搞定啊！不是啊，这我只是好奇这是什么。这所有人都命名完成的瞬间，就会到下一回合这样子。对，这符号贴得出来吗？啊，不行，可恶，这样。我给猪了吗？哎，给猪了。啥东西啊？我真的，我真的不行。我都给你，真的很衰、欸，你怎么每次都在我后面啊？我会知道他在谁后面啊？因为他看到盖的东西就知道什么。嗯，是啊，所以我不会知道这个人是谁出的。最开始出的应该不知道吧？你知道啊？最开始出的应该 不知道。不要，我不想看是谁。我按 T 就知道。不要，我不想看。不要看，不要看。哦，那不要看。有这什么东西？啊？这个是不是？哦哟，这个人很会。你们根本要知道我要什么。什么东西呀、啊？蔡长，你这样子很笼统哎、欸。是我、oh! 你是我后面了、啊、那就对不起啦，加油。他的那个题目就真的只有那样，你看就知道了。那我觉得就简单了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难啊。我刚刚有吸收人家的精华，我觉得我这个会盖比较好一点，因为我竟然盖到很像是 Leaf Flag 好吧。我也是，我现在知道怎么盖了。恭喜哦！客气，客气啊！客气了。你是觉得太安静了是不是？我很认真啊。啊、我飞不起来、哦、我飞起来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是胡子第一次跟我玩、啊。对，哦、oh, ，对啊，辛苦你了，一来就要接受梅博的。哎、欸，大家知道为什么？大家知道梅博生日吗？应该知道吧？你刚刚讲，前两天是梅博的生日，然后这个题目烂透了。
第一周看完了，好快啊！我一百多秒，耶、yeah. ！嗯，多么普遍级又富有教育意义的一幅画。我要来偷看谁的，蛮有的回忆。谁？好像是鱼干嘞。什么？那哪？不太确定。OK， 好了，还有一分半嘞，我应该作死，画成天主下怎么样？这怎么画成天主嘞？不是很简单，是不是很简单？是不是？就是非常的有教育意义啊。外婆甚至以后还可以教育一下，这样就好了啦，我觉得差不多了啦，没办法了。牛奶现在可以倒了，真的假的？不行吧？还是只能喝，好可爱啊！声音好大，调一下。有时间。哎，我好想喝牛奶。好，有蚊子一直在叮我。那墙上可以开一点。我有点歪。这样子。错，很有随机感，我喜欢。如果把猪杀掉就重来啊？对。天哪！突然觉得时间好像不够了。六十秒，五十五秒。我想要做可爱的眼睛，哎，怎么办？这个实在画得太棒了，画得太棒了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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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不错啦。噔噔，哦，你昨天好强哦。耶，啊，我今天连续四次击，哇，我越来越猛了。进步了，进步了。对，我忘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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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怎么犯这种低级错误呢？十秒。还来得及？来不及了，来不及放箭头了。哦，oh, 最后一个。有了，最后。这是什么？什么啊？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哇！这又是什么？算了，我不能看你。比例很正确哦，搞什么？就是我觉得这盖的实在是有够有点好哎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三小，看不懂 啊。这个变成这个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有柱状物啊？我这也是柱状物哎，靠腰哦。阿美的生日礼物就柱状物啊。大家都知道他喜欢柱状物。你们这样根本就不知道玩的是什么，为什么我收了正常的礼物很难吗？是要反过来看，我已经尝试从各个角度看了。我送给你的礼物超正常。我觉得这个做的很棒，这个将这个东西直接用抽象化来具现，我觉得太屌了。被这个文字给局限住。哦，等一下，真的不知道这个是什么、啊。要给我一点时间。我真的不知道。哇，这个做的真的很会耶！问你们怎么那么厉害啊？好痛苦哦！东西哦，这是什么啦？我想想，没有黑色的东西在飘。呈现。欧丽，不要闪火萤幕，欧丽。原来是可以这样呈现。这种呈现的方式非常的简约。能看胡子的吗？那这个全部去看，因为我想说他这么的，到底什么？是不是我的题目很正常？哎、欸，
我觉得五分钟超刚好的。这个是什么啦？哦，外面靠北。哎、欸，我现在的声音听起来怎么样啊？剩你们三个。还可以啊。可以、哦。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我要不要以后都直接用现在这个就好了？啊、我很痛苦，我很痛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至少它是一个，它是一个3D 的。哎、欸，原来我可以猜哦。要我讲出品牌，哎、欸，你不能破坏别人作品。哦、oh. ，不可以破坏作品。哎、欸，我打死蚊子了！哦，恭喜！这什么？还有一只三角。没了、啊，没了、啊欸，没了，没了。开始重新了，重新了。吗？对不对？好，没有，这已经是最后，你的影片变成什么？哎、欸，你的题目变成什么样子了？嗯，是我的题目。可是我没有看到，等一下没了吗？你可以看到你的题目会变什么样子。可先，欢迎菜刀要去 TP 大家。繁星，你会 TP 吗？你知道在哪吗？我记得是点书右键就好啦。啊，点单张纸右键。哎、哦欸欸，我飞到哪里去了？点书右键，点纸右键就可以知道。哎、欸、，TP 大家说是谁盖的？等一下，先不要按，你再说一次。好，再说一次。点一下纸会传送啊，传送，然后再加上说这是谁盖的。跟谁猜的？哎、okay. 欸，先回去吧。刚是这边吧，这边先回来。好，回来。这题就对了。哪里什么？这是初题的，谁出若即若离的翻滚？我啊。这是第一题。对。好、啊，是什么？若即若离的翻。谁盖的？这怎么盖成 fuck？ 为什么会盖 fuck 啊？因为我第一次玩这个游戏就收到这种题目，我觉得很干。你直接打 fuck 很不爽，这个实在。